飞碟空中义卖会。大家好，我是顺天本草中医咨询师傅文君。顺天本草今年很开心能够参加飞碟空中义卖会，协助台湾失智症协会。这一次顺天本草提供39组顺天本草龟苓膏、13锅皇家御膳组，邀请民众一起来做公益。龟苓膏是古代宫廷养生御膳，顺天本草龟苓膏严选顶级灵芝子实体等数10种珍贵原材，遵循古法来熬制精华，一盅只有45大卡，清热养颜、退火和助消化。除了单纯享受原味的顺天本草龟苓膏，也可以搭配蜂蜜、水果或者是鲜乳来制作成创意料理，美味养生哦。顺天本草13锅，特选人参、黄芪等13种甄选的汉补原材熬制，浓缩精华成汉补养生汤底，没有添加色素、香料以及防腐剂或味精，可以直接加水稀释煲汤，也可以依个人的喜好加入食材来煮火锅，素食的朋友也可以食用。顺天本草龟苓膏13锅皇家御膳组，自用送礼2相宜哦。我们这次在飞碟空中义卖会的义卖时间是11月28号星期一，义卖组数总共39组，每组1800元。这次公益所得将会全数捐赠台湾失智症协会，邀请大家踊跃购买义卖商品。顺天本草邀请您天使来电，爱心无限。